这个时候我们的大爱妈妈用的方法就是用手指变成这个偶句哈。我在台前呢，我听到第一句话就觉得非常的熟悉，所以他们一开始说了不久以后，我就发现这就是我的作品啊。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担心嘛，嗯，结果一下子就通通都烟消云散了，大家都是就是以开心收场啊，嗯，而且他后来跟校长就会再继续的谈下去啊，校长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做最佳的后盾。